好，大家好，我是Stanley， 然后我来报告的是立法院大小声啊，这是一个好，这是一个就是记录立法委员他们说了些什么，以及他们谈过哪些议题的一个软体。你靠这个软体呢，这个 app， 它你可以找到在你选区哦，你所在选区的立法委员哦有哪些人，然后你也可以根据他再来。也可以看到他讲了什么。再来，你可以根据某个主题，比如说，假设我对教育主题有兴趣，我可以找到立法院里面哪些候选人，哪些那个立法委员对他曾经发言关切过，然后呢，最后你可以把这些资料，就是透过这个 app 找到这些立院的立法委员们他们发言过的记录，包括影像记录以及文字记录。然后我们希望呢，未来大家可以找到会议的摘要以及搜寻立院的就是立法委员们的发言记录然后最后你可以追踪你关切的议题。那希望让这样子，以这样的方式让各位身边重要的事情到底是谁在帮你执行，谁在帮你代言，他们代言了什么，他们的立场是什么。透过这样的 app 可以让所有的公民来更加参与到这个社会的运作之中。那以上是简单的报告。然后第二呢，我们还会成立一些群组就是讨论说立法委员们对于不同的议题提出的意见以及看法，它是基于某些事实还是基于某些特定的想象或者是目的。然后在这样的群组里面呢，我们会尽量促进所有参与者的讨论。OK， 那我简单介绍到这边就好。好，谢谢。所以希望大家可以支持立法院大小声，感谢。